数时间剩下14分钟，大家一起打打节拍。两首歌，等一下呢，倒数的时候呢，阿志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倒数的时候，第二首歌，这样子好了，我准备一首呢，叫《伊甸曲1980》哈，啊，今年的回忆将成为呢明年的回忆了哈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两个下台去带动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跟阿志呢带来这首叫《恼人的秋风》哦，阿爸乐团的歌，这首歌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阿志呢也为了版权问题呢没有到网络download这个原版，他自己呢用 keyboard 一个音一个音把它敲起来，敲出这一首歌的伴奏，真的做得非常的好。我想呢就这一首歌到台下呢，我跟他一起师徒二人呢能够在这么好的舞台来为大家热情演奏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恼人的秋风，双手先给我打打节拍了，打打节拍了。各位朋友，可以站着，我们站。
太热情了，你们太棒了。全台湾呢、啊、用萨克斯风跨年的在哪里啊？渔人码头，为我们尖叫声。好，慢慢的，台南呢很多的舞台，慢慢我们要传承给下一代，让阿日传承下来，好不好？我在这边表演25年之后呢，慢慢的我的学生再演25年，给他鼓励一下，再演25年，好不好？台湾呢演奏乐器带动啊这个户外音乐的很少，也希望大家呢真的为我们尽心尽力的每一次表演呢，多少呢来这边帮我们打个节拍，让我们精神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您。那接下来呢剩下5分钟，后面呢会有烟火放上来，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快的歌慢的歌，恋曲1980、大家可以网络赶快搜寻一下歌词，一起来唱哈、一起来唱。那等一下呢烟火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演奏，让大家看烟火哈、看烟火。那另外重点来了，安全的问题，大家呢不要一窝蜂冲进来哦哈、这边是海，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栏杆哈、已经不稳了，已经不稳了，会晃动，你千万不要呢就碰了过去，小朋友要注意哦，会掉下来哈、大家可以呢我们把秩序维持的最好，好不好啊？大家在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就可以拍了。我们会把舞台灯光呢，先让拍照一下。来，后面的朋友，阿日三站站，来，一二三，阿日，再次一二三，阿日，好，掌声响起，恋曲1980。谢谢。